方宇，方宇，季珊，方小姐，你来看你季叔。嗯，这位是？你好，我叫明天。明天，你姓明？嗯。季珊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方宇，既然遇到了，就不该逃避。季太太，我是明海的儿子，我替我父亲向您道歉。道歉？你以为我会接受你的道歉吗？你以为你一句不痛不痒的话就能弥补我这些年所承受的痛苦吗？对不起。滚！我不想见到你，你马上给我滚！季神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他是杀死你季叔凶手的儿子。方宇，这是我该替我爸承受的。你要替你父亲承受，那你就该遭遇天打雷劈才是。不要再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说？当年要不是他父亲合谋和坏人打假拳，你季叔又怎么可能会惨死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呢？我爸爸打假拳？不可能。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方小姐，亏你季叔生前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着，你现在不但不替他伸冤，反而帮仇人说话，他真是白疼你了。